风啊，自由自在啊，真的是如来大无生念哦。那么无生念嘛，就是啊，因为咱有生甲死，有厉害得失哦，等等啦，所以呢。咱就会真辛苦，所以在这个利害得失的中间啊，咱呢都是不堪忍，无法度堪得忍耐吼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下当同我讲，甲利害得失呢，这完全呐扫空去啦。那安尼就是大不成忍啊，这个忍是虾米呢？其实呢，承认甲无承认有两项嘛。这承认呢，就是讲人甲人的中间有形无形等等啦。咱呢要去争取啊，争取未到呢，那真苦啊吼。那这种的代志呢，或者是你讲话我听我真烦哦，或者是呢一句话呢是非啊。人的口中出一句刀啊，咱就去予人伤害，不堪忍吼。迄是忍字呢，多菜心灵，所以呢，流出血来啊，真正是不堪忍嘛吼。这呢，就是啦，忍袂落去，忍袂落去会变成安怎呢？变成苦，苦中又是安怎呢？就是烦恼，所以呢，要修行啊，在人群中啊，就是啊，爱照思念心嘛，那照镜念心呐，那身心呢，都是爱在人群环境中呢，去磨练出来。人甲环境中，咱忍会落去，忍而无忍，变成了是咱真自然的生活，这叫做承忍吼。这他妈是真逍遥自在啊！啊，那是无承忍嘛，就是天地间呢，这种的气候转变呐、啊，等等大自然的空间呐、啊，那咱呐，我那一当。忍落去，吼、哦！总共一句呢，忍就是将心安住在道理的面顶，而不再摇动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承忍甲无承忍，对咱修行来讲呢，一定爱会当通去忍受，而且呢，会当忍而无忍，显发如来。大无承认，那到个这个境界来呢，真正是解脱、逍遥自在，这样就是正觉清净的境界咯。好吧，各位学佛啊，那要用心嘛、啊，真正呢，对每一秒钟、每一个人事物啊，都包含着。真透彻的真理伫咧，所以咱啊只爱用心，所以啊离开不了多用心嘛、啊。